想起听和木老山爷们更合群儿。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袁书记，小庄书记，那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了，有请袁书记讲话来。我今天呢过来就是捧个场，这个项目能顺利的完成啊，都是小庄书记的功劳，让小庄书记讲两句吧。好。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发个声。首先呢，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仪式。咱们小萌豆制品厂一直以来都是咱们村里的模范单位，也一直紧跟着党的脚步在发展，特别是这次融资扩建与附近的村镇联合，也是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共同富裕。我呢也代表下牙山对小萌豆制品厂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的祝贺还有感谢。哎，小萌你宣布吧。好，那接下来我宣布王小萌豆制品厂投资入股新项目正式启动。好，那我们俩就签协议了啊。哎，等会儿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了。先别写。爹，哎，先别写啊。喂，爹，那个干啥呀？你干啥呀？我干啥？我来说事儿去了。是启动仪式开始。哎呀，我知道启动仪式啊，七哥，这样啊，我今天来呢，我是来说事儿的了。能不能听我？大家记住啊，我今天来是说事儿，我不是来闹事儿啊。因为有些事情啊，我不太明白，我到底来打听打听啊，我希望大家理解啊。不是，有啥事儿？不是不是啊，干啥呀？什么事儿？咱回家说行不行？回家肯定得跟你说，你的事儿是很多的，听明白了吧？但是我就不跟你说了。来来来来，这样啊，你们别这么拦我，七哥，我今天叫你一声七哥。你能不能听我？不是，我什么不听你的了？你干啥呀？袁书记还在着呢，听明白了吧？咱们别这样。那怎么的了？我来说事儿，我怎么的？我是来闹事的了吗？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这是啊！你这个，我来到这儿，我是来说事儿，没等说事儿，你们一般人叭把我就拦到这儿，好像我来闹事干嘛呀？对不对？你让不让我说？说话了？不让你说啊！让说我就说，不让说你可以搁板就拍我来，你现在你就拍，你随便。干啥？我老拍你干啥？那你不拍，你让不让说？我就问你让不让说就完了。你瞅你现在这拦我一下干嘛呀？好像我来闹事儿，你把我想拍不？说吧，说吧，说啊，说说你就坐那，说好了行吗？好不好？你来搅局，你看我揍你！别跟我说别的，还揍我呢！你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你吓唬不了我，听着没？袁书记啊，见笑，见笑啊。爹，说实话啊，我呢你也认识，你要不认我再仔细的介绍一遍。我姓谢，字广坤，在下牙山已经好几十年了，可以说也是坐地户。袁书记啊，首先感谢政府领导，包括您亲自能来到现场。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启动什么仪式的，反正这么叫举动。对我们家这个大力的支持，我就表示非常的感谢。今天我呢，谁我也不冲，我谁也不问，我就想问我白清明，我今天就冲你来的，我就想问问你，白清明，当着大家这么帮人多的面，还有领导都在场，你为什么投资1000万，为什么能投到我们家？你跟我说清楚，好不好？广坤叔，这有什么为什么呀？这就是一次正常的投资啊，是正常吗？我认为一点都不正常。来，你这么，你出来说。来，白金，你站出来。爹，来来，有干啥呀？坐那，我没跟你说啊。爹，我们现在豆制品厂已经是股份制了，股东都是同意的。您现在能不能不在这儿说呀？袁书记，听明白了？他说股份制，我儿媳妇说股份制啊，这您听明白了吧？股份，是吧？谈起股份，我先跟你讲一讲股份。那么这个股份，我尽量，袁书记你在这呢，你看广坤说的有理没有？第一，你这么大的举动，永强知道不？我知道不？都不知道。
我们老谢家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竟然跟一个外人投资1000万，坐在这儿还把领导都给诓来了。完事你们还整个举动仪式，什么意思？既然是股份，谢永强有股份，对吧？对不对？我也有股份，我们也是股东啊，我们爷俩。那为什么我们爷俩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你怎么能给我解释？还有白兴明1000万，你投到这儿，你说你正常投资？什么叫正常投资？你给我说明白的。广坤叔，你听我说啊，小芒豆制品厂发展到这个程度，遇到了瓶颈，突破瓶颈就得需要注资，没问题吧？我认为我正好有钱，我就投钱了，没问题啊。是你有钱哪都可以投，是吧？但是我们家现在不平静，我们家挺好，因为你这一投肯定就不平静了，本来是很平静的。我再反问你，袁书记在这，那你为什么1000非得投到我们家？你有1000万，你自己干呢？你们家在大上海，那多有名啊！一个房子卖1000多万，你有钱，你自己开个买卖，你自己做，你可以叫小双书记都在的，那你可以带领大家你发家致富啊！你为什么1000非得投到我们家？你在我们家待10多年了啊，可以说你是卧薪尝胆。什么卧薪尝胆？你都敢越王勾践了，现在你比勾践都厉害，你不叫勾践，你叫勾银，你叫白勾银呢。广坤叔啊，我在你家这么多年啊，工作兢兢业业的。以前你对我有误会也好，你对我有诋毁也好，我都没跟你一般见识。是你现在有点过分了吧？你当然在这10多年了，你是兢兢业业了。那我问问你，你1000万，哎，投到我们家，你媳妇知道吗？啊，你要结婚了，你婚都不结，你把1000你放到这儿，你俩结婚的事不用你操心。我是不用我操心，我自有准备。我知道你有准备，你老丈人知道吗？你媳妇知道吗？你妈知道吗？谁都不知道。你把1000你就往这砸呀？砸谁呢？砸人来了？你得了，你干啥？干啥？你干啥？干啥？你想干啥？干啥？怎么的？还想拍呀？干啥呀你？拍谁？你别给我嘴嘴哒哒的。不用你管。啊？你这不搅局来了？我什么叫搅局？好好说。我说这事儿不对吗？原主在这呢，对不对？啊，姓王，干活呢，姓王。啊，擦擦地。啊，啥事儿啊？厨师让我问你，采货员吧，今天没给家，厨房没鸡蛋了。咱们是等采货员回来，还是让自己买先垫上？你看咋办这事儿？哎妈，等他回来啥时候？那先买呗，买你先垫上，回来我报销就完事儿了呗。那你能做主了吗？哎呀妈，多大个事儿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老四回来跟他打架，我打鼻涕两总犯不上，我那么想的。净扯，我给他个胆儿都不敢，信不？老四干啥去了？老四不那个参加那个小萌豆腐厂那个投资仪式去了。我们家刘文峰捣鼓呢。他想去啊？他想去。行，去看看行。我采购去了啊。那你去吧。徒弟吧。来，白兴明，哎，住着，你给我起来，来，你过来，哎，你撒给我，我撒你干什么？我跟他说事儿，来，你过来，今天也就是年龄到，怎么的？我愿意跟你们见识，来，你给我见识试试，来，你干什么？你给我见识试试，你干啥活啊？怎么的？究竟想干啥？你要打我是不是？来，来，来，我不打你啊！我谅你也不敢，赖狗似的，你说谁呢你啊？爹。有什么话咱回家说行不行？你这样我跟永强怎么过呀？哎呀，你先别唠这些事儿，永强跟不跟你过完事再说。那是我说的算，听明白没有？就你们这么闹，俺们过不过还不一定呢，听到吗？你们家出这都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啊！我们家的事我都不知道，成何体统？还要打我？来来，我服了。哎呀，真的把我打的！哎呀，看着吧，这这是啊，王老七打我，我死了打我，哎。广坤呢？干啥呢？你俩这刘刚打我，老头子，我你干啥呢？你像耍猴的似的，大伙都搁这围着你啊！不是，你别说话了，你呀，这些年我就告诉你，我什么像耍猴似的，什么你都不懂啊！我告诉你，这豆制品厂马上不姓谢了，哎呀，要姓白。广坤呢？你干啥呀你？不是干啥？那我听我说两句行不？你说。大家呀，都知道我和广坤呐，我们俩是天敌。但是我刚才搁门口听见了，这个事儿不怨广坤，我站在他这个角度啊。为什么呢？你说老谢家啊，这么大事投资1000多万，整个老谢家都不知道，他心里能不憋屈吗？刘能，你给我闭嘴！我就说这个事儿。你干啥吧？你干啥呀？我就说这事儿。广坤，刘能说的对呀，你别往心里去，别憋坏了啊！你滚出去！你不是坏人吗？你不来撮火来了吗？你赶紧滚！这走！广坤，好字，你给我滚出去！好字文，你滚出去！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王老七不愿意说真话。广坤呢？啊，真行啊！行啊，谢谢老四啊。老四，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谢谢啊、你干啥呀？你们呢？谢谢。看着没？刘能是我死对头，他都说真话。看热闹了。看到没有？行了，起动，知道了吧？就结束了。都回去吧，回去吧。都别散啊！媳妇，行，走吧。散了，散了。好嘞，好嘞。
对不起啊，袁书记。小双，这出的是什么事儿啊？搞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都是好事儿，但是前提必须把家庭处理好，家庭一定要和睦，家和万事兴。家不和，挣多少钱能有用啊？一定把这个事儿给我处理好啊！写份报告交到镇里啊！来来来，磕着！来来来，都别走，都别走！行了行了，干啥呀，老头子？哎呀，说话拽我干什么？磕碜吗？咱把磕碜什么？丢一大圈了，爹，咱有事儿回家说吧，行不行？萌，你别拉着。行不行啊？回去说行不行？你消消气儿行不？老头子，你不嫌磕碜？咱进屋。死老头子，回屋吧。进屋进屋。七哥呀，快点帮我给他整。拽我！我不整他。不想磕碜，丢人！我瞧他丢人。老头子，我起眼了，别求我干什么？我求求你了，这人丢一大圈，丢就丢了。你想干啥呀？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老头子？你要干啥呀？哎，快！双方回来了？那倒不是。啊，那啥大事啊？等会儿。你看这，那啥事儿这么神秘啊？就宋晓峰那个外甥女儿，我觉着这孩子有点反常。就这个唐大夫啊？啊。那小孩挺好的，那工作挺热情的，性格挺活泼，也挺开朗的，咋的了？今天我送他回医务室嘛，你走到半道，啪就给我手抓住了。咋抓的？就在那溜达呢嘛，溜达溜达，我手正在这当啷着呢，他啪就上来，你站起来。怎么了？就咱俩在这走道呢嘛，走道，我啷着呢，啷着手啷着，手在这啷着。二舅，咱俩上那边看看呗！啪，就给我手给我抓起来了，就这么抓的？啊？你这不挺正常吗？这咋能正常呢？抠你手心了？抠啥手心啊？那男女授受不亲，这刚认识几天就摸人手，这咋回事？董事长，这个事儿我得说你了。你这个观念啊，太保守了。你看现在这年轻人，那多开放啊！人姐儿见个面，握个手，抱一下，拥抱，对不？你看现在外国人见面以后还得贴个脸，完了还得亲一下，这正常。你这多想了。不是多想，这事儿肯定不对。就我跟他在一起待着的时候，就特别奇怪。奇怪？啊，他看我的眼神，我就总感觉带钩。代沟正常啊，你是他长辈，因为年龄差的还挺多，你这是有代沟正常。不是那个代沟，是眼神里代沟，眼神就代沟。咋勾的？就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看你。董事长，你这不瞪人呢吗？瞪人是这样的，不是你这属于骂的人。你相信我，绝对没错。我追别人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这经验吗？他看我的眼神，就跟我当年看小爽的眼神那一样一样的。董事长，有的时候吧。人的预感是非常准的，可不吗？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真就想一个事儿。你说那天他让你上药了，这明明是三天给上药，他第二天就跑来了，大老远来就为了看你一眼。我当时没多想，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感觉啊，你说的有点对。多反常！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个人要是我喜欢一个人，那是人个人的权利。我跟再我说点不好听的啊，也挺好。好啥呀？以前都是我喜欢别人，突然有人喜欢我，那我根本我就接受不了啊这事儿。再说了，我是他二舅，这辈儿在这放着呢，那能行吗？对，董事长，你这个事儿说的对，辈分不一样。你说咱假如说啊，你俩要是真成的话，那以后你见着宋晓峰咋叫啊？你这叫大哥呀，你还是叫大舅啊？反正他大舅、大二舅、三舅，反正都是他舅。反正别在这开我玩笑行吗？我跟你说啊，下次他再来山庄，你就告诉他我没在。不是，那我还拦不住呢。拦不住也得拦。你说这孤男寡女的老在一块儿待着干啥呀？传出去，我这山庄老总还咋当了？行，我明白了。哎，我知道怎么做了。这事交给你了。哎，你放心吧。嗯，你别跟别人说。哎呀，我能吗？我是那好学识的人吗？啥事儿？越大呀，就不考虑后果，那也不想搁磕碜。有什么后果？老师，你跟干啥呢？哎，刘能，你跟来干啥呀？啊？不，我你一点好作用都不起。你这就是拱火呢，老小子！再早先我没觉得你是这么样的人，你这是不嫌事儿大呀你呀？耿哥，你看嫂子咋对我这印象呢？这行了，你就别说话了。行了，你回去吧。我回去干啥呀？我回让接着拱你火啊？哎呀，我这么大人了，我这点事儿我还不懂啊？他还能拱着我？你回去吧。刘能啊，你该干啥干啥的，你别搁这待着了。行了，你回去吧，快点吧。回去吧，你自个儿早上琢磨吧。哎呀。你啥意思？你要跟着干啥呀？啊！我看你刚才气那事儿，我寻跟你聊聊天儿。我气那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还跟我聊聊天儿，给我解解气儿呗？你有这好心吗？不是广坤，我刚才没帮你啊。你刚才是帮我，听那话那是真帮我，但实际我怎么我不明白吗？刚才我老伴说的有道理，你那就是撮伙的，要么干起来，打得越热闹越好。你不就是看热闹来了吗？那哪是那个意思？哎，你别那意思，你就那个意思。我就是为了你好，广坤，你想一想啊，那么多钱，夸就投小萌这块了，能没有点啥事儿吗？到底你发现啥了？你就告诉我呗。什么玩意儿发现啥了？你在那瞎分析啥呀？啊，那你自己查查。我查什么玩意儿查？他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不带有的，你别在那给我瞎分析。我告诉你，我去闹去，我就是不想要白清明的钱，知道吗？人家的钱咱不拿，拿人手短。我别的什么也没有，你在那分析啥呀？还这个那的呢？反正我提醒你了，你查不查是你。用你提醒啊？你该干啥干啥就去。哎，耿哥，你咋这样？我现在就好比吕洞宾啊，我来一次，你咬我一次。来，快，别废话，这滚！哎，你还有好心？你啥人我不知道啊。哎呀，别歇了，出事儿了。咋的了？你着急忙慌的。清明，把卖房的钱全投豆腐厂了。彩礼钱、买新房的钱，一分没剩。你说的这个准不准呢？你听谁说的呀？钱屯子全嚷嚷动了，都说这事儿呢。当初我跟你们咋说着的吗？啊，你们就是不听。你看，你说我有啥用啊？赶紧打电话。我给秦明打电话。你给他打啥电话呀？你给丫头打。问问到底咋回事儿？喂，爸。今天你在哪儿呢？我在幼儿园呢，上班呢。清明投资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不跟我说？你俩故意瞒我呢是啊？哎呀，没骗你。清明说了，结婚买房子的钱他都留出来了。留什么留啊？白清明把钱全投豆腐厂了，一分没给你留。全投了？你听谁说的？全屯的都知道了。刚才你妈告诉我了，她说话还能有假吗？哎，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什么误会呀？你给他打电话，你问问他。乐意出就出，不出拉倒。别拿咱们家这不当回事儿，有一搭无一搭的玩呢。哎
行了行了，你先别生气，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啊。你现在给他打，你告诉他，这钱一分不能投。他要是投的话，就别出了。你说这些网恐啊，不是我当亲家说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他咋净干这个丢人的事儿？就这场面，乡里乡亲的还有领导在场，他闹这么一出，他越老越回旋。我今天我就压着压着，我就没揍他。大板桥，我合计贼想拍他，我这。哎呀，他爹呀，拍啥拍呀？先跟他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你别掺和这事儿了，我正闹心呢。那个七叔啊，别生气啊。我呢，来咱村这么多年了，我的经验呢，是这广坤叔要是一闹，没准咱这事儿就成了。如果说他要是不闹啊，心里反倒没底了。秦明，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个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卖1000万呢？确定是1000万整吗？确定，1000万整。那你给豆腐厂投了多少钱？投1000万。你真都投了？那你当初跟我说咱俩结婚买房的钱你留出来了，你是骗我呢？不是，你听我细说，这个超出我们预算了。你要真想解释，你现在就来幼儿园，有什么话你当面跟我说清楚。清明，我们前期投入多少钱了？现在花了200多万了，也将近300了。这还有一部分，只是付了定金，马上就要付尾款。哎呀，这个事儿整体来说是好事儿，都想把这个厂子越扩越大，日子越过越好，是不是？但是这事儿这么一闹腾，咱们还真得好好斟酌一下，别到最后得不偿失啊。开工没有回头箭。已经投入进去这么多了，一旦停了，损失更大。咱会开的差不多了吧？我这想去趟室内，给你请个假。啊，你快去忙吧，清明。啊，行。清明，今天这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啊，没事没事。嗯。好。那七叔，那我们也撤了。好，好，那劝你小萌，小萌啊，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宝贝，走。小萌啊，你这开心点哦。萌，干啥呢？别哭喊。好了，爹知道你心里憋屈，啊。闹他的呗，哪天我找他好好说道说道。你就记住爹的话，我这也不算是多嘴，只要你跟永强你们好好的，这心劲儿往一块使，这啥都差不了啊。再说今天这事儿，我为啥担心呢？这么好的场合他都没出现，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行了，别哭了。我公爹不说了吗？永强都不一定跟我过了，我跟他商量啥呀？这孩子，哎家伙，秀文峰，我是真恨他。生气了？我不要。哎呀，别生气了。说吧，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了？当然想结婚呢。想结婚，你为什么要撒谎啊？我没故意骗你，最近厂里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这事儿咱俩之前不就定好了吗？买房结婚的钱留出来，剩的钱你投资，你想干嘛我都不管。结果现在你把所有钱都投了，这就是你想跟我结婚的态度吗？你听我详细跟你说。这件事啊是这样的，最开始我跟小萌做预算的时候，那就是800万。那后来随着项目推进，又是包地又是定设备，现在超预算了，确实需要1000万整。那这话你为什么不能早跟我说呢？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你还打算瞒着我？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你放心吧，我心里都有数。我跟小萌谈了，项目启动期大概需要2个月，等第一个季度回款，也就再过3个月呗，那几十万就能优先给我，就可以再开源买房子了。清明，咱俩的事儿你不跟我谈，你为什么非跟小萌谈呢？这个生意是我跟小萌合作的，钱在他手，那我当然得跟他谈了。你结婚的事儿你也没跟我谈呢，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还是跟他结婚呢？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心里有数，我都想好了。你看现在是冬天，咱俩不可能冬天结婚吧？等首次回款大概5-6个月，那不也开春了吗？夏天不正好结婚吗？你是真不着急跟我结婚？我爸说了，没房子，咱俩就别结婚。那行，那我就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跟她借100万，这不就能结婚了吗？我爸的意思是，要么你撤资，要么咱俩分手，你自己定。这个是你爸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我跟我爸一个意思。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小萌想对外招商引资，是我没同意。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发展前景，而且我对这个厂子知根知底儿。我一个人来东北，我也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特别看好，所以我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到底选家庭还是选事业，你定。选家庭，那一定选家庭啊。那你就去撤资。撤资，我怎么跟小萌开口啊？项目已经启动了，那几百万都投进去了，这个时候跟他说撤资，那可真是釜底抽薪，落井下石了。要不行，你陪我去一起跟小萌说一说吧。你两个女人你也好说，要不我实在没法开口。你现在想起来让我陪你了？你投资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让我去呢？自己惹的祸，你自己解决。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找小萌，跟他说我把钱撤出来。那我去找小萌说去了。花拿走。你等会儿。同意陪我去跟小萌一起说撤资的事啊。太好了，要不我真没法跟他说。谁同意跟你去了？你说你现在撤资，小萌厂子那边怎么办？你以后在村里还能待吗？那就不待了呗。撤资赔他200-300万违约金，剩个700-800万，也够咱们在开源买一幢别墅，换个好车。剩下的钱呢，我就再干一个小点的豆制品厂。或者是来陪你来这儿当幼儿园老师，咋那么能臭贫呢你？
你说你投都投了，我还真能让你撤回来呀？那不撤了。关键现在问题是我爸急眼了，他那边怎么办？那我再陪你爸喝点。得了吧，看见你他更生气。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吗？三个月左右就能汇款？真的？那多说也就五六个月。嗯，好吧，我爸那边我跟他说吧。太好了。但我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你以后再敢骗我，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好，还是我们家银平善解人意。哎，这回能收拾了吧？下次买个大点的。好，那我还着急呢，他们开会商量厂房的事呢。行吧，那你去吧。行，抱一下。行，我走了。嗯。爹，哎，就你自己回来了？啊，那就我自己呗，还能有谁呀？你们家那口子呢？你不烦人家吗？你还找人家？我烦是我烦的事儿，但是她是你媳妇儿，你得把她接回来。接回来干啥呀？还跟你吵架呀？我问你。今天签字仪式，你为什么没去？我果园忙，哪有空啊？是不是人根本就没告诉你信儿啊？啥玩意儿没告我信儿啊？哎呀，你就别犟了。但是我可跟你说啊，我今天大闹了签字仪式现场。你可倒好，你在你的果园办公室，你是稳如泰山。如果现场我让人打了怎么办？你都不去维护我去，是不是？另外，我还告诉你，通过这次事件，让我证明了一点，白清明这小子是真不是东西。以前我一说他，你还老不服，还觉得清明不是那样人，什么不是那样人？我当时我特别生气，我上来我就要打他。我刚往一上，小萌啊，就你媳妇儿，叭横在白清明身前，干啥呀？爹，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打清明干嘛呀？清明这么些年在他家没功劳还苦劳呢，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怎么能这么这样呢？怎么怎么地？你得讲点理吧。跟我唠了这么多，我不能说他俩现在怎么样，但是不代表没有想法。不过还有一点啊，永强，你记住，我可以跟小萌生气，我也可以跟白清明翻脸，但你千万别吃白清明的醋啊！我吃他啥醋啊？我吃也是吃咱厂子苹果醋。你，永强。真他妈不听话，你气死我了！丫头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坐。还生气呢？哼，清明跟你咋谈呢？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投资这事儿，清明跟我商量过，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们俩没定投多少钱，结果他就全投了。但全投了也没事儿，不到半年我们就能挣一套房钱。啊，听着没，老头子，不到半年能挣一套房？还等半年？半年时间多长啊？这半年呢？不到半年，最快的话三个月。你校准儿？仨月？校准呢？最晚晚不过半年，你看看，这不还没定准吗？你到底是半年是仨月呀？看看你别管仨月呀还是半年的，这时间都不算长。要不的咱们不也是打算夏天给他俩办婚礼吗？就是啊。我那意思吧，你就是现在买房子，你装修那不得放味儿啊？放不然还得放一年呢。你能现在马上住吗？我俩为啥想赚完钱之后再买房，就是因为这个。我俩想在城里买个更好的精装的，到时候拎包就能入住的，根本不用放味儿，也不用等。我就心疼的就是你这事儿吧，你心里有数是不是啊？抓紧时间，
别拖啊。不拖，你放心吧。我结婚，我肯定考虑的比你们周全呢，是吧？嗯，别生气了啊！你说这事都解决了，喝口水，顺顺气儿。哎，姨，那你家孩子搁学校现在咋样啊？学习好点没有？别提了，这孩子操碎心了，天天看电话。可不是，这孩子现在都这样。嗯。哎呀，刘总，刘总好。干活呢？啊。哎，给你们拿点衣服啥的。这啥意思啊，刘总？那个刘英的衣服就穿两回，我先嘎嘎新的，你们这给你们穿呗。不用了，刘总，我们衣服够穿。那个就穿两回新的，你们别客气啊。谢谢刘总，真不用，真有衣服穿，一个月5000块钱呢，够买衣服的。你月多少钱？5000呢？你呢？我们俩都挣5000，哎，一样。啊，够花，拿回去吧。不，你干活吧啊。那谢谢了，刘总。这咋整？给咱拿这些衣裳，咱拿做麻布也行哈。做麻布这玩意儿吸水呀。哎，老四，我问你个事儿，就重庆，咋的了？按规矩办事儿吧，这毕竟是工作时间。哎呀，也有急事儿。那你说吧，咱们那个水岸和那个保洁多少钱一个月？他俩一个月是4000块钱。4000？嗯，我问他。他说5000呢，5000不要雪下来1000吗？要雪下来，完了多少啊？现在是，现在是4000块钱。4000块钱，4000块钱，那俩人一月8000块钱就没了。那现在这个雇人这个行情就是这个价吗？因为人工呢，说心里话就是，我特别贵，你知道吗？这是成本就高了。我是那想的，这个活假如说我和你亲家母干的话，一人3500，7000块钱给你干背负的。这事儿咱你干呐？那你省点，就我们两口干呗，你省了雇别人了。那也行，那这签个字据啊，是啥的？你那写个合同，我签字。那个工人这事你就辞呗，行行，我辞掉。好了。天上升起弯月牙，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人都管月牙叫月老，月老儿转吧那个红线扎，红线扎紧两颗心，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月圆了，心儿更亮了。今晚夜深人不静，都等着月圆，月圆进咱家吧，啊啊啊啊啊！